原油骨髓。今天这个头大呀！哇！一下。我不能让那个气球，你气球。二楼的柜儿，我拍视频呢，妈妈。香啊，哎呦我去，这大家伙一口上头啊，牛骨髓来了，今天来个过瘾版本的啊。干手好使，哎，哎呀，这咋是黑的？哎哎哎，一转一瓦就一条，嘿，哎呀，这个好啊，姐妹们。嗯。想让你们说假的，我把这个道具都好啃干净呢啊。来，牛骨髓来了，这个牛骨髓漂不漂亮？老过瘾了，这一勺子，哎呀，这真多呀！别往那里扔啊，哥，给我帮忙，这不没带。我录视频的呢。
上次少没够吃，这次又吃拿住了，这个太多了。这骨髓才几块钱一斤，没有必要作假。哎呀，这回吃的一把能挺四五天不馋呢，上头了。牛骨髓今天这个头都光光大，就是有点长得有点黑。哎，嘿。哎呀，骨髓这两个大头上面髓是最少的，就中间这一段，哎，就这块它是骨髓最多的。算了，牙比骨都贵，万一把我牙啃掉了，我再镶口大金牙犯不上。烤丝又来吃真假牛骨髓了，哇，哟，我的妈呀！上鸡蛋糕吗？这咋的了？这是，这小埋汰哦，给你看一眼。他说是不是鸡蛋糕了？鸡蛋糕里边是没有这种经络的。第一次看这样的骨髓啊，我还以为我煮了个寂寞，结果一看太用心了，直接挖脑吃。嗯，但这块是真挺少。
哎，哎，我去，这块绝对过瘾呐！妈呀，这是爷爷辈儿和孙子辈儿。出大劲儿了，这是。啃馍，这次是不感觉不过瘾呢？我这视频要能热门的话，下次你来过瘾的行不行啊？老规矩，清理道具。你们要的牛骨髓来喽，今天吃全部满髓的。哎呀，这是纯水，可不是鸡蛋糕啊。赶紧来口辣椒。牛油大果冻，这是牛骨髓来了，来个大的先。妈，这一口真香。这个就比较少，先把这小不点吃的。我就喜欢这种。哎，看。今天整的有点少了哈，感觉没够吃呢。其实吃几个正好，刚刚不上头。牛骨髓。
今天是炖的。纳闷了，你啥眼神能看成是鸡蛋糕呢？嗯，这是纯油的牛骨髓，我俩有酱油龙。哎呀妈，你真实惠呀、啊！上面一样到点，没滋味，今天没炖进去。下次还是做烤着吃的好吃。牛骨髓来喽！上马桶里浇的，先搁一边。哎呀，这牛骨髓咋狗叉里出来的？嗯，多大劲儿了吧？嘿，哎，纯牛骨髓是这种可以拉丝儿的，这个没有，我吃过了吧？哈、啊，感觉我感冒了之后记性这么不好呢？哎呀，好，最后一个。牛骨髓。嗯，今天这个骨髓卤的巨香啊！把这个肉啃掉，省得你们老说我不换道具。这个是骨头头，呀，这个骨头有点黑呢。
哎，来一大块，一挖这玩意儿老过瘾了。这个不用挖了，掉出来。还有一个。嗯，今天这两个巨好吃，这俩应该是一个牛的，这仨应该是一个牛的，吃起来没那么新鲜。你看，他俩一个色，真是汤仨一个色，汤仨一个色，这三块老香了。哎呀妈，这牛骨髓这两天做的是越来越可怜了，这是史上最惨牛骨髓了。看，谁让那牛骨髓不干不大劲儿了，一手一呼。再说那样，手大劲儿呗。你这样也行，要不然老煮这样，他们该说这都是鸡蛋糕的了。哇，一共煮了九个，那四个都飞了。你看，你看，我擦扔里，它掉出来。妈呀，这家还出不来了，那么点玩意儿，你这气死你。看，都瘪了。你再说，这还挺香。我有点黄色烧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